大家好，我是青木，今天很早起来录制视频了，真的是一夜未休，一夜未眠。昨天晚上，也是今天早上的凌晨1:40多那会儿，咱们这里起了非常非常大的风，这个狂风呢，可能是我印象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狂风之一了。这个狂风还不算完，接着就开始下冰雹。你说这天气也能下个冰雹？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，然后那个风吹着我上面那些瓶瓶罐罐到处的开始往倒啊，那个声音真的是睡不着了。后来我就去上面拍了一个视频，也就是刚才我拍的这个视频，黑灯瞎火的上去打个灯拍，拍到一小半，还有顶楼那个地方我没敢上去了，那个地方是完全露天的，那里的风应该是最大最大的，那个损失也是应该是最大的。我是早上起来这会儿准备上去拍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这盆芦荟，那么大一盆的芦荟，其实底是很平的，在这个窗台的地方风应该说是很有限的，这里都能吹倒。还有那边人家的那个棚啊，真的是那种灾难现场，全军覆没似的，就像新闻里面演的。还有那边的棚也是，那边的棚从楼顶那能看到，我没上去看，我妈刚才跟我说的，我是想着我上去拍视频的时候顺便拍一下那边，说人家那里的楼顶被掀走了，50多米以外的地方。上面这里简直是一片狼藉，这些被吹的乱七八糟的自拍架呀，这些画贴在墙上的贴的那么死，都被吹翻下来了。直接去上面看吧，上面有多夸张，太恐怖了，这个心有点拔凉拔凉的。看看我的唐影断了几节，这个盆啊，这个盆还挺厉害啊，那么高摔下来，这一盆没有坏，那盆紫乐是完全完全的。我的镇宅狮子，说好的镇宅呢，怎么没给我镇住？看看这一颗唐印，你红就红一点吧，你别坏呀，是吧？哎呦哎呦，这里哎呦哎呦，看看这些，看看这些，哎，那里还挂着一盆，简直了。这什么玩意啊，这个东西啊，黑王子，这里又断了一个头。这盆是完全完全的坏掉了，这盆老母本的紫乐，这个盆一点都不带给我留的。啊，还挺欣慰，我这个架子上的居然一点事都没有。这一排是放在最上面的，之前我也经常有拍，这三排按理说那个应该弄得不是太结实啊，那一片倒倒了。看看别人那边的棚，看到那个棚，那简直了，那个还带一点帘子。这边这一家的，就是正前面这一家，这一家那个棚完全被掀走了，那个杆左弯右弯的，那个棚被掀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以前这里是一个棚搭的。看看这一片，前面那也有一家被掀了，这个地方那里又一家被掀走了，还有这里右边那个地方，那也被掀坏了很多。
这么视频你看可能还看不出来，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之前是有的。嗯，挺好挺好挺好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嗯，应该好好的敬畏这个大自然了。在大自然的面前，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嗯，去下面看一下吧。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拍那个小视频拍的，黑灯瞎火那会儿拍的。这里不是全倒了吗？这里是我之前嫁接的，嫁接的这些头啊，都还没愈合好，全部都给断下来了。看看这一棵，万圣节的超白景，本来都长得挺好了，给这个一搞又要重新嫁接。这边这棵还没仔细检查，这个头也是哪个头啊？这边这个头也少了一个。这个是啥东西啊？这个嫁接的。我这边都还好，这边有这两块铁板挡着，那个风不至于那么夸张。这个架子也摔下来了，这个盆还真结实。这个盆那么高掉下来，从这个架子上掉下来还没事啊，一点都没坏。这边这一盆也是，都没开裂。其他的都还好，也没什么别的了，就是上面那个地方损失是最惨重的。吹的到处都是。这幅画吹的是最夸张的，这幅画其实是粘在这个地方，粘在这个墙上，粘的是非常结实的，这个都能吹倒，那个风啊太夸张了。现在的工作就比较多了，好好干活吧，还有那么多事要做。